这个盖子上面有一个喷水电磁阀，这个要接水管的。水管呢，不是还有一个热电偶吗？热电偶连到电机上了吗？电机上就是温度到了，温度到了它自动喷水，自动喷水，自动喷水以后自动放料。这个上面有，这个是主，这个是主机的，这个是喷水的。这个是间隔时间，喷水时间可以调，这个间隔时间不用调。这个是放料的，放料时间也可以调。热电偶不是接在这上面的吗？这个是上面喷水放料，热电偶 T 正 T 负，就是这个。